大家好，欢迎来 Dominic Mini Video 三。我终于有一个新的 intro 了，我做得好辛苦，已经做了三天。回来我们正题，今天我们要买 Sparky， 这是我等了很久。虽然我懂我没有什么用啊，可是我可以拿来做 collection， 现在就买吧。哇，80000，我剩55000，瞬间变穷。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啊，资料。还有新的卡。这集的 video 就到此为止吧，下次见，拜拜。